Hello， 大家好，我是蝶谷巴特师培中心的专业讲师邱慧卿，很开心能跟大家在线上一起玩手作，透过美的传递呢，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蝶谷巴特 Degobege 源自于法文，它中文的意思就是拼贴，让我们不会画画的人也可以透过拼贴完美的拼贴出属于自己美丽的故事。欧米亚线上课程这次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三个作品，三个技法。第一个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画布钟。看腻了坊间平凡无奇的时钟吗？让我们动手做一个让自己每天看了都会心情很好的画布钟。第二个作品是酒瓶灯，如何将废弃的酒瓶灯摇身变成美丽的灯呢？我们这次还特别加入了立体剂，让我们的作品更加的有质感，更加的有立体感哦。第三个作品是皮件零钱包，如何将拼贴应用在皮件上，缝制皮件是我们这个课程要学习的重点。你准备好了吗？赶快加入欧米亚线上课程。欧米亚线上课程在蝶谷巴特这个区块呢，特别准备了42种技法要跟大家分享。在高阶课程更有现在最夯的多媒材拼贴哦。行动不如赶快行动，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吧 ！Go！